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，煎熬别气恼，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，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，难以戒掉，我都喜欢你，我不知道，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，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，喜欢你已变成信仰，难以放掉，我都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爸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咱们转学好不好？你们现在分差太大，我跟各科老师也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把你们分成几个学习小组，每个学习小组里面成绩好的同学帮助一下成绩差的同学。这多丢人啊！我要是他的话，我早就转学了。打水去。小溪，刘老师。陈小溪这个样子，怎么还有个学生的样子？陈小溪又被叫办公室，好像这次还被叫了家长。你说他这周怎么那么倒霉呀？他要转学。谁要转学呀？他现在学习成绩没上去，但是我相信他。走吧，帮我拿原作业。我不转学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，我这次期末考试一定好好考。班里十三名，陈小溪，你学霸的狐狸尾巴可算露出来了。老师、同学们，新学期又开始了，转眼间收获满满的学年过去，我们成功跨入更高的年级。同学们，大家还有谁想调整座位，尽快决定，一会儿老师就来了。你真好，还帮我占座位。那是，快起来，江正来了。哎，江晨，坐这儿。不要。自作多情了吧？哎，江晨，这儿还有位置。不要。江晨，我想问你。过来。哎，那江城不想跟你坐，跟我坐坐。哎，这边有吗？哎，有人。谁啊？谁啊？没让我坐了啊！哎，等一下。我。喝水吧，我给你倒。我有点后悔。你开玩笑呢？怎么笑不笑呢？江晨，我中午想去趟书店，老师让我订卷子，你能帮我去拿东西吗？我怕一个人拿不动。我帮你，我力气大。嗯，江晨经常去，能拿好多折扣呢。知道了，中午休息去吧。谢谢你啊。可是你去能拿到好的折扣，我有时候真想把家长给锁家里。你再这样，我要报警了啊！起床起床起床，什么？哎呦，你们这
同学们，高二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你们离高考又近了一年。今天呢，咱们讲讲上个学期的期末卷子。我先说说作文，作文的题目是“假如我是点点点”。陆阳同学，他的作文虽得分不高，但是却赢在了创新。以前咱们常说，作文要按照模式写，但是当你们心里有了感觉的时候，有想法的时候，你们千万不要拘束自己。陆阳同学，他的作文题目是“假如我是宇宙混沌”。我给大家读读啊。混沌是啥？啊？不是吃的。你还真懂。夜幕降临，残月悬空，作为一团凶厉可怕的蓝色混沌，我在上元天界蛰伏了8万年后，坠落进新的世界。夜已深，漆黑一片，景物不可见，但山中并不宁静。我呢，就是随便一写，别人要看吧，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。你们要是真想看呀，我呢，我牺牲一下。你也不用为难，这刘青山呢，也就是没见识。玄幻小说不都一个套路吗？哎，你们，陆阳乖，好好吃饭哈。江晨，我们去书店吧。行。哎，江晨，江晨，江晨，你不看我作文了？吴柏松，我吃完了，我回训练了。嗯，王叶子不是，我还没吃完呢，帮我收下盘子。林金晓，这么进来啊？你们不应该直接走进来，干嘛偷偷摸摸的？这样刺激。什么刺激？能有我作文刺激？哎，不是。江晨，这次谢谢你啊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也有个弟弟。嗯，我想给我弟弟买本童话书，但我们不知道小男孩都喜欢什么，能不能帮我挑一下呀？谁跟你说的？嗯，陈小希啊。他冤枉我。我也不太了解童书，你自己随便看看吧。我怕，我怕我买不好。我爸我妈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，我爸又重组了新家庭，前几年我阿姨生了个男孩，他快过生日了，我爸让我给他买个礼物，我爸我妈其实闹得特别僵。从小到大，我妈都对我要求特别严格。你看我这么努力，我就是想让我妈能开心一点，也希望她跟我爸能缓和一些。那我帮你看看吧。嗯。你说这样是不是显得特别楚楚可怜？男生是不是都喜欢那种身世凄惨的女孩？谁还没个离婚的爸妈呀？这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差这卫生许可证了。这走流程本来就费时间的嘛。走流程，走流程，你就知道走流程。跟你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啊？你不是有个同学，就是那个卫生局的那个，啊，过两天不是有个同学聚会吗？你可以问问他，让他帮个忙呗。哎，你这是开后门啊？哦，你让人家滥用职权？不行不行，我不去。我
我这怎么就叫滥用职权了？现在人做事不都是这样搞的吗？我就让你问问。不行，反正我不去。陈国伟，你这心里就没这个家。哎，这，看你又来了，是？让让。我大作也不看，真不够朋友。等我以后有钱了，肯定换一批有品位的朋友。嗯，一夜暴富赚钱平台，澳门赌输月入百万，海外贵妇重金求子，这什么呀？趣味连线，轻松答题，豪华海南品质之旅等你来。我挺难受的。作业又没写。江晨，你觉得林黛玉这个人？怎么样啊？是不是特别的楚楚可怜，特别的让人有一种想保护的冲动？什么保护啊？我保护你啊！别打岔，你觉得他到底怎么样吗？肯定比你好，反正吃的比你少。我吃的又不多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跟他还挺像的。像什么？你也吐血了？啊，还是你养的花也出事儿了？我养的花没事儿。你别的共用钱小七呀、啊、问我、啊、问问我呀。你能有什么事儿？租黄色小说发现带颜色的页数都被人撕了。哎，你俩听我说完啊！都别说我吃独食啊！哎，你们倒是看看啊！这个是小晴姐姐礼物的终极预告，答对了最后几道题，咱们就能去海南玩了。不是陆阳，你是不是傻？这一看就是诈骗。老实说，花了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哎呀，别说钱了，要是最后真能去了，这些钱不都全都回来了？对哦，陈小琪，加不加入？加入。听着好像还行。哎，江晨，我还有点事想跟你倾诉。然而我并不想听。真的，我爸我妈昨天又吵架，不对，是天天吵架。我感觉他们的感情都已经破裂了，很可能最后还会离婚。你说万一他们要是真离婚了，我跟谁啊？我妈那么凶，我爸炒菜又不好吃，我还可能会搬家，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到时候我就不能跟你做邻居了，而且我听说离婚家庭的小孩都特别惨，万一他们再婚了，不给我饭吃怎么办？那肯定是因为你吃的太多了。是真的啦，他们都砸东西了呢，昨天吵得可凶了。那你说说看，都砸什么？冰箱。那战况挺惨烈的。我这个月的零用钱全压在这里边，你们都给我争气一点。准备好了吗？终于来到终极的竞猜环节，听到问题后请回答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请听题，
祝千秋给令狐冲吃的是续命八丸，花了黄河老祖多长时间制成的。陆阳，你不是上课总看书吗？这你都不知道？我不看严肃文学，你们谁知道？快点！12年。厉害，答对了。江晨，你太神了吧！你看的书比我多。请听题。《美少女战士》里，越野兔和叶里夫假面的女儿叫什么？看我干嘛？我像是会看《美少女战士》的那种人吗？哎，我知道的，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粉红色头发的，长得很小一只的，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来着？我想不起来了。时间还有5秒钟。你们谁知道？快点！我想不起来了。三、二。啊、真的想不起来。小小兔，好棒，答对了，你真是美少女战士通，我要代表月亮表扬你。他说过。哦，原来你对我说过的话记得那么清楚啊！哎呀，最后一题，循序间起主导作用的是哪种力？引力。哎，你答这么快，干嘛？你再想想。答对了，你是最聪明的人诞生了。领奖地址，我们将通过手机发给您。耶！咱们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地址，地址，领奖地址发来了，你看看。这个地方在郊区，很远的。这姐姐什么意思啊？诈个骗还得跑一趟，算了算了，玩玩得了，去啊！去呗，我这个月的钱全搭这里面了。就是，去吧去吧，大家一起出去玩多有意思啊！就是，咱们肯定能去海南，跑不了。嗯。行，我去。那咱们周六一块去滨江。来，我们大家来来来来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，哎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富华，你坐这儿。来，酒杯，这是你的。嗯。老刘啊，最近你可是大发了，卫生局二把手啊！哎，我敬你呗。啊。我干了，你随意。哎，对了，老婆。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没事，我主要想问问你最近的近况如何啊？来，端一个，端一个，走一个，马上来，喝，来吃，来，大家再敬一个吧。老陈，你怎么喝多了？来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呀？哦，那个你问了吗？是吧？就你同学那个。啊，没问。你怎么没问呢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什么说好？不是，我跟你说过这条路行不通。你开店你就得按规矩来。规矩，陈国伟，让你问问就这么难吗？是少块肉还是抢了你的钱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干不出这样的事儿。行，你爱干不干，阿不了的猪蹄店我不开了，我不开了，行吗？你就守着你死闺女吧，你。妈，我爸我妈又吵架了。我妈问我爸事情办好了没有，我爸说没有，我妈就说那就不过了。我是真的担心他们会离婚，万一他们要是离婚了，我爸给我找个后妈，万一他们生了新的小孩，是不是就不疼我了？别拿离婚的事开玩笑了，不好笑。怎么了？明天是出去玩吗？零食准备好了吗？咱们去买点吧。小溪。啊。
徐熙啊。嗯。我不是说钱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买这么多吃的晚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少女总有一些你们理解不了的心思。哎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小西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问问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晚上还回家吃饭吗？啊，爸在单位加班呢，今天晚上别等我吃饭，你自个儿吃好吧？好，就这样，爸工作了啊。你怎么了？我再也不胡说八道了。我妈妈真的要离婚。哎，走，随你。小西回来了，你怎么了？没有，谁欺负你，你可得跟妈说啊，妈给你做主。嗯，没事儿，就是风太大了，沙子进眼睛了。真的没事儿啊？嗯，一个你，一个你爸，这一天呢都不知道早点回家，真让人放心不下。妈刚做了猪蹄儿，你尝尝。来，好吃吗？哎呦，慢点慢点，妈做的多呢。陈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哟，没喝。赶紧写作业去。我不去。什么态度啊？就这态度。你们这么多天晚上不回来吃饭，谁知道你在外面干什么？小西。哥，妈让我收衣服去洗。在床上，去拿吧。哦。哎，哥，你这笑不笑嘴怎么湿的呀？回来路上被小狗舔了。什么小狗？可爱吗？还行，就有点吵。哦，那改天你能带我去看看吗？好啊。就在我们家附近，经常出现。哦，那我明天去看看。
喂。啊，我已经准备差不多了，要准备出门了。哎，你准备出门了吗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等你啊。哦，这样啊。哦，我知道我知道。行，富花，那咱们下午见啊。哎。我去找你妈，吴伯松，你下去找左将，江晨，江晨留在这儿陪着你。哎，不是，这我又不熟，你怎么让江晨去啊？哪那么多为什么呀？这样在门缝里看你有点尴尬。啊？就特别想给你喂东西吃。为什么呀？赵小仙，我找不到你妈呀！我当然也不可能找到锁匠啊！怎么办啊？我今天一定得出去。陈小仙。你别告诉我你没找过自己的钥匙啊！对啊，哦，陈小希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担心了，那可能是误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去看看不就得了？我听到他说要去富华，我们去富华吧！啊，现在就去。富华，富华，富华，富华在哪儿呢？富华，叫富华的地方太多了，学校门口就有个富华家具。对啊，我家楼下还有个富华棋牌，游泳馆旁边有个富华桑拿。你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小城之春，清风酒家，东坡酒家。陈小仙，你们家平时经常出去吃饭吗？嗯。那就对了，我们分别去这三个地方，到时候电话联络。那我呢？你跟着我。那我也跟着你。哎，别别，他跟着我啊！你这跟我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呀呀！
走。啊。一个人生活其实也挺不容易的，自己也得多注意点。这几天真要多谢你陪我找律师。老同学嘛。不进去吗？我不敢。对了，你为什么离婚啊？这夫妻过日子就要互相妥协，妥协不了这日子就过不下去。这过日子就是这样。老陈，你可别跟我学，我到现在才算知道啥都不如家重要。老刘啊，哎，我是国伟啊，哎，哎，老同学，是这样啊，我想让你帮个忙啊，我老婆呢想开一个副食品店，你知道这个卫生许可证呢，这办起来特别的慢，所以想请你老同学给帮个忙。哈哈，正常流程一个月就能办完啊，谢谢了啊，好嘞。国伟，你给我介绍的律师，我明天就约他出来，太感谢你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们俩好好聊，有什么事儿呢，你尽管来找我，我跟他熟啊。嗯。国伟，替我问嫂子好。好，好，那咱们再见。好。我好像误会了，你好像很失望。陈小新找着没啊？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都是误会。完了，把陆阳给忘了。啊。大爷，这短信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这382号就是你这儿。怎么隔三差五的就是来领什么奖品？这就是个老学校，有啥奖？啊，不可能！你把门给我打开，我自己进去看去。去去去，别给我这添乱！哎，你不打开是吧？不打开，不打开，我自己进去看去。小心姐姐，我题都我题都写对了，他不可能。这孩子，陆阳，不是，林俊祥，谁欺负你了？真的是假的，没奖品，我被骗了。你们这些小同学呀，哪有什么奖品啊，都是骗人的。我就说。行了，来都来了，我看这旁边风景还不错，就当郊游了。对啊，总比我泡在池子里好。大爷，你把那关了行吗？你俩别一直往前走了，没车了，一直往前走也没有用了。静静，要不咱们还是听五步松的，回老大爷那儿。找个地方住一晚吧。妈呀，不回，我妈会担心呢。这附近也没别的地方了，天也快黑了，再走反而不安全。我看你就是想跟江晨过夜是吧？你胡说。要不投票吧，同意我的举手。走吧走吧，咱们第二天早上起还能一起看日出呢，多好啊。
啊，咱们在这儿玩一宿吧。这儿，嗯。哎呀，你看这还有床呢，你看，啊，谁呀？啊，那能怎么办啊？是不是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呀？哦，对，嗯，打个电话。喂，妈。我这儿妮妮小家呢，她给我补习。喂，喂，妈，不是我，就我们班学习最好的那个。是的，阿姨，啊，一定早点休息。放心吧，阿姨，陆阳在我这儿呢。妈，记住了啊，放心吧啊，拜拜。江晨上厕所怎么还不回来？月黑风高，黄脚引门。我们玩点刺激的怎么样？啥刺激的？我可不脱衣服啊！你什么肮脏思想？阿比，我找到你妹了。你小心点。给你比。我们玩笔仙。啊？不要，我不玩。怕什么？姐姐保护你。哥哥也保护你。嗯。不要，我怕。小琴，我们都玩，就你一个人不玩。那笔仙一会儿进来，哎，一看，哎，这女孩不尊重我呀，得给掐死。我玩嘛，没事儿啊，真的。这门也不知道出个声啊！哎，别松手，别松，咱们突然松手，笔仙大人会生气的。你们这个笔仙挺易怒的。算了，咱们今天就玩到这儿吧。笔仙大人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祝你幸福。祝你幸福。嗯。你刚刚上哪儿去了呀？我都快吓死了，他们非让我玩。我倒觉得你玩得很开心啊。小心，上次美玲时我看你特爱吃这个。我一会儿要吃啊。你觉得笔仙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科学上解释不了，没遇过不代表不存在。你别吓我啊！你们刚问了哪些问题啊？啊，嗯，陆阳问了说，他以后的女朋友头发会不会很长？笔仙说，是。林静晓问了，什么塔会不会找到什么来？笔仙说会。吴伯松问了说，你有没有问最重要的问题？我不好意思问。什么问题不好意思问不敢问的？我怕我问了笔仙说你会不会喜欢我，笔仙说不会，那我可就再也不能喜欢你了。为什么不能？那样的喜欢太难过了，明知道对方可能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心意，还要假装乐观的坚持。我怕我有一天会跟你说，江辰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你永远都不会喜欢我，让我死心吧。那是气话，你别当真啊，你别到时候真的跟我说那句话。其实我刚想问你有没有问笔仙的那个问题，不是你想那个。啊，那是什么呀？白痴有没有的意义。
你刚才说的罗塞塔跟菲莱是什么呀？嗯，2004年呢，欧洲发射了罗塞塔号，它载着菲莱去了宇宙，后来菲莱登陆了，但却和罗塞塔失去了联系。在这茫茫的宇宙中，他们互相等待着消息。你不觉着特感人吗？嗯。所以啊，我特别喜欢天文学。嗯，我就觉着星星特美。我也觉得特别美。林静霞。嗯。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呢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没有就好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我就突然想到了，你喜欢的东西可真高级，不像我，就只喜欢打游戏。这儿不好，就只能选择打游戏了。得了吧你就心里偷着乐吧，这叫因祸得福。我睡不着，咱们再玩一个游戏吧。陆阳，你放过我们吧，大半夜的。那我先拿了。都要保守秘密啊，不准说出去。怎么样，不比海南的景色差吧？算了吧你。气氛这么好，嗨一个。到你了。我。我希望陆阳闭嘴。你喊一个。希望后天的比赛，大家能来看我。拿冠军！好，大哥，我希望江城喊一个。到你了，曼联万岁！真喊了，你不会又发烧了吧？我不想回家。啊，张师傅，我不怕你。
回来了。嗯。你说你呀，这早干嘛去了？你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早搞定，我不是早开张了？这上网就能搞定的事儿，你非得让我打电话？你看你这，哎呀，就得按规矩办事儿。爸妈，你们这是要开夫妻店呢？去去去，夜不归宿，还嗓门那么大，吃饭。吃饭吃饭。吴柏松，吴柏松。吴柏松，你没事吧？别紧张，正常发挥肯定拿第一。我不紧张。拿了第一，我请你吃大餐。那一言为定。吴柏松，抄他们三圈。人家那是短距离，你懂什么呀？瞎嚷嚷。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哎，我这心脏受不了了，我再也不看吴柏松比赛了。这次比赛，来谈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吧。请问是什么让你这么有动力，轻松地赢得了比赛呢？因为他呀。也许是仙女施了个魔法，变出你和我对话。这繁华世界让人应接不暇，哪里会让我停下？别管他被怀疑被打压，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。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，你明白呀？告诉我这是梦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充满我爱的诗的家。梦里所有挣扎破除了牙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，来吧别害怕。
春风不下，满腹新浪满喉鹰牙，初心人一路芳华。告诉我会实现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装满我爱的所有的家。梦里所有磨难开出了花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，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。